自大洋极乐台北，三天连感十一托。在哪里，在哪里？不要隐藏你自己，要逛街，要料理，苹果已经找到你。苹果前往之际，孙燕姿到吉林路脚底按摩，纳迪姆体验完台式脚底按摩，掏出千元钞买单。纳迪姆来台期间都穿着黑衣，相机就挂在身上，十足观光客模样。这对夫妻来台的小蜜月行程超级慢，第一天和朋友聚餐，接着到 A bar 找阿梅叙旧，第二天到九份老街和通化街夜市。到光复北路吃麻辣火锅，晚上脚底按摩，第三天猫起来当观光客。两人一起床就到西门町买卤味，先杀到中正纪念堂拍照，接着到东区逛街，再逛到捷运市政府站附近吃拉面，还逛了台北101，三天两夜下来赶了十一趟。两人昨晚到六点多的班机离台，燕姿还饿晚没吃到最爱的大肠包小肠。懂新闻台北报道。